竹英雄、魔神合体、超次神悟饭登场。截止目前为止，还是没有接收到任何关于龙族英雄更新的消息，这个月已经确定断更，就不要抱什么希望了。下面我们来解密龙族英雄的预告信息，来缓解一下我们内心的伤痛。此前预告已经暴露，魔神将会进行合体，至于立场就不确定了。同时正义一方也在添一员神将，悟饭也突破界限，达到超四神境界，战场再次陷入错综复杂的局面。哈兹重生之后与悟空站到同一阵营，其实并不是他变善良了，只是说想通了，只有依靠悟空这棵树才能有发展，单靠自己与堪巴等人迟早也会被弗与德弥布拉捣毁，只有强有力的盟友一起击败这些强者，自己才有出头的机会。也就是说，哈兹目前并不会反叛，后期弗与德弥布拉被制服后，他很大程度上会防水，并且实力也会更进一步提升。根据目前两个悟空的信息，即使联合时之界王神也不可能击败符，合体只是猜想，几乎是不可能。目前超四神悟饭也只是情报而已，龙族英雄中漫画与动画相差的更多，说成两部动漫也不为过。悟饭的潜力并不俗，只是他没有好好利用自己的能力而已，他的超四神形态比悟空等人更胜一筹。另一方面，米拉与托娃合体，造型酷似完美自在极意功。作为强大的魔神，他们是福的左膀右臂，只是现在的福根本看不起他们。合体之后战力更胜一筹，无疑多了一位强敌，超次神悟饭正好有了练手的对象，也比饭的命运将会在这里彻底改写，战斗力丝毫不输于悟空与贝吉塔。只是龙珠正史中悟饭实力还有待提升，但在龙珠英雄中将会大放异彩。这次悟饭的加入将会彻底将福推翻，再也出场的机会。十之界王神出场之后，十指鸟也将出现，福掌握刻刻秒，十之界王神注定会利用十指鸟与之对抗，这样一正一邪才能抵消。十之界王神的战斗力的确不强，但他作为多元时空的管理者，许多方面的能力还是很突出的，甚至作用超越拳王。福将十指鸟关押，主要是担心克制刻刻鸟，十指鸟出现之时，双翼福就会被彻底瓦解，复制宇宙也会随之崩溃。至此，复制宇宙的战斗篇章也将结束，新的终极神之任务篇章也将开启。至于这个篇章将会有什么人物，目前还不确定。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，龙族英雄似乎也走向了终点，该出现的敌人也陆续登场，终极神之任务可能是最后一个篇章，完结之后龙珠超第二季动漫也该播出了。你喜欢这个视频吗？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，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，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，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，订阅我。再见。